挺好的。还有一个很好的，我看到。要几个？多剪几个吧，剪个十几个，剪那个大一点的，黄一点的，好不好？有橙色的，还有黄色的。挑个子大一点的剪。剪个子大一点的嘛，那小的别摘嘛。那么多大个子，你没不知道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你剪吧。小心，我家小心那里有刺，我刺到过。对呀，就找大的剪嘛，小的它们还会长大，可以，挺好的。哎，放好啊。这个也挺大的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剪啊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快剪吧，赶紧动作快一点。那些树什么时候会结果子？剪大个一点的啊，这都太小了。剪高一点的，大个一点的。这个个子这么大，为什么不剪？为什么抓到小的剪？欧文，我没有看见。没有看见？为什么我看得见，你看不见啊？那边那么几个那么大个子的，赶紧剪！一次可以多剪几个吗？高的高的，这高的都很大吗？没看到？一次剪两个，不用一对。哇，
那个高的地方还有大的。这边嘛，刚才你捡的那个地方。这个非常大。嗯，好。再捡三个。OK。两个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两个，快！还有两个。还有一个。当个外婆吧，捡到个爸爸。等一会儿还要摘吗？不摘了。自己要不要吃一个？不用了。你决定不用？不用。一个都不吃？不用。